那首先就是要去银行的这种战略打击的一个任务。专家分析 ，IDF 去调副油箱队员只能飞到上空，黄金攻击升级，战斗炸还可能波及台湾自身。专家一探头，不光台湾国内，美方情报追究越来越深，成为美国主管核弹特工队的惊人秘密，再度引发。外界认为极有可能是山上。